还没把摇得多快。你看月亮关着一块风的，一放出来发疯了。走出去，走走走，走月亮，出去溜溜去。带月亮出来溜溜，明天就该做手术了。月亮，月亮。在这是不是没有和你一块玩的了，是吧？在这没有你的小伙伴和你一块玩了，只能自己玩一玩了。吃吃，天天光想吃，回去给你吃。啃啥呢，在那？干啥去的呀？上厕所吗？月亮还？还上厕所吗？加油啊，月亮！咱以后可不能挠耳朵，你看你这耳朵挠的。放心啊，等明天给你扎一针，然后咱就睡一觉就过去了，知道吧？睡一觉就过去了，一点都不疼，一点都不疼的，知道吧？你看你这耳朵，咱以后千万不能挠的这么厉害了，知道吧？咱挠痒痒可以，咱慢慢挠。咱今天晚上也先不吃饭了，行吗？为明天手术做准备啊！今天睡一觉就过去了，好吧？他这还得长几天？嗯，这个说不准，长得很快，长一半多小满，小满，小满，伸个懒腰，小满啊，伸个懒腰，你的脖子也快好了，是不是，小满？跑过来了啊，过来了。
舔一舔是吧？舔一舔。小满脖子下边长得也挺快，现在已经恢复了差不多一半了，到后面的话也都是越长越快了。然后小满看这两天挠得有点厉害，然后也跟医生说了一声，给吃了一些止痒的药，现在好多了。小满去跟月亮认识认识去。这个小满，这个，对，去跟月亮认识认识去。你俩认识认识。没有让他俩一块玩啊，因为月亮的性格大家都知道，特别爱玩。要是一不小心使劲大了，他俩真要玩的话，怕他那个伤口再撕开。又饿了吗？又饿了吗？给弄点吃的，长得高，你看，来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干啥？要玩呢是吧？啊，跟我玩呢？吃饭吧，吃饭吧。我在下面这点长得也挺快的。但有点增生，看着没有完全接上。小满大概下个星期也能出院，也能长得差不多了，至少他脖子那一块的话能都挡住了，他脖子那块的话基本上都能愈合了。闻一闻，真对什么都特别好奇啊。你俩认识认识不？他叫小满，知道吧？月亮，他叫小满。胆子多小，你看你啊！这晚上已经又上过药了，没看到长得还是挺不错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鹏，虽然现在呢大院里面就我跟阿康两个人了，但是我们俩也会照顾好这群毛孩子的。这次呢也是阿康在大院里面去照顾那群小家伙们，我呢也来医院来看看这个小满。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，虽然这条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艰难，但是我们俩也还年轻，也能努力，也能干活，只希望这群毛孩子都能够健康平安。